郭德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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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德纲。这仨凑先生包的货头模子可走了，出了门洞子往左拐，看一直没直野去，还得先烫个头呗。我就纳着急歇闷了，但每回不都得赶理发店活动时再烫吗？等完事儿走之后，还得抓俺前台两把瓜子儿。今天怎么地了？惨透了，阳寿了，豁出去了是吧？破烂了，破烂了，破烂了！回闺女去不了，肯定倍儿难受。我看他在这杵半天了，瞪大树干嘛呢？这是，他别再是想不开吧？快快，快递到呢，签收一下。唰。哎，我去，我今儿算长见识了，大叔说话了，并且发出了一些不太顺畅的声音，以后不知道是摔子还是跑肚，居然噗嗤一声撇出来一件洛丽塔。扑啦啦扑啦啦扑啦啦。回闺女回闺女，门口大叔成精了，喊了你两嗓子，一使劲给你拉出来件洛丽塔。你快问问要没有骂歇味儿，你穿着参加舞会也得了。嗯，还行，不是删的。别瞎说，那不是拉出来的，那是他给我赞助的。所以成精了这事儿就默认了，对吧？都能开口说话了，偷偷练不少年了也。这是不得来个高音给收一下。谢谢嘛，你不也能说话吗？骂街骂的比他可利索多了，胡同里的老太太让你气死六个了，就凭你在老年活动站吵架榜不可撼动的地位，要收也得先收你。刷每回都得配这音儿嘛，怪恼人的。回闺女她又撇出来东西了。好看是好看，怎么不是水晶鞋呀？水晶的来不及呢，我又怕你甩出去时候甩碎了扎脚，我一看给你买了双金的。好嘞，谢谢你。你慢点穿，洗鞋洗脚，水晶的我也给你定了，等到了我再喊你住院去啊。郭德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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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德纲。你不敢找你这儿瞪着我干嘛？我心想，我看看，我没见过天界神犬哮天犬是嘛样的。你不应该给备个南国车吗？怎么给弄个马呢？我上哪找你大南国去？我觉得你要想找，你肯定找得着。你也多神通广大，对吗？在你身上站那么多年，我愣不知道你能说话。我怎么想怎么不对劲，是不是每回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你都盯着我看来的？你有病吧？别跟我这叨叨行吗？怪烦人的。怎么叫跟你这叨叨呢？这不看你好玩，咱俩聊会儿天吗？哎，当大叔好玩吗？没有胳膊没有腿，你怎么挠得痒痒？你给我表演一把，我看看行吗？哎，对了，刚才那衣服你到底藏哪儿来着？我看你给他弄出来的时候还挺痛苦的样子，要是按照我们这物种分析的话，上面应该是脑瓜，那衣服上别得有你头皮屑吧？不对，你是从底下吸取营养的，那下面是你脑瓜，上面难道是滚蛋？